在乾隆诸子中，嘉庆排行第十五。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显眼的十五阿哥。然他在日后登上皇帝宝座，得以承继父祖辈叱咤风云的事业，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。首先是行刺问题，这对于承继帝位是至关重要的。乾隆共有17个儿子，而嘉庆却排在第15位。这个行刺无论怎么算都是靠后的。如果按照历代王朝传统的荐储法，凭这一行刺想要登上皇帝的宝座，其希望实在是微乎其微。除非是发生了某种特殊的事变。在他出生之前，乾隆已经有过14个皇子，但说来也怪，这些天之骄子并没有获得皇天的特别眷佑，其中大部分是天命不济。14位兄长，竟有8位过早夭折，卒年大的只有25、26岁，小的仅有几个月。这种情况对于嘉庆是祸是福关系甚大，又因为乾隆的立嫡的观念较之乃祖康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所以有关嫡子的情况就显得更为重要。乾隆嫡子有二，其一是皇次子嫡长子永发，然这位皇子没有福气，只活了9岁。在乾隆3年（公元1738年）10月病死了。乾隆的第二个嫡子是皇七子，生于乾隆11年（公元1776年）4月，只活了1年零8个月，于乾隆12年（公元1747年）12月因出痘去世。两位嫡子的早逝使乾隆立嫡的愿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。乾隆13年（公元1748年），皇后富察氏去世，使乾隆的立嫡想法完全绝望。嘉庆先后有8位兄长的早逝，对于他日后的4位，无疑是关系甚大。嘉庆出世时，按顺序虽说升到了第7位，但其4成大位的希望仍是微乎其微。嘉庆在出世之所以不大显眼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，就是生母后台不太硬。在封建时代，一般来说是母凭子贵，但反过来说，母亲的地位及影响有时也对儿子的命运和前途起着决定性作用，这在宫廷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。他的生母魏佳氏既无特殊的本领，又无任何特殊的背景，入宫后也只是个很一般的贵人，直到乾隆10年（公元1745年）才封为令妃。这与同时期众多的后妃相比，显然是低格的。